欢迎来到张国荣与亚视回顾展暨张国荣光影纪念馆启动仪式。你别再说要坐低，坐坐坐会坐足一世，伸出双手放入地，跳跳跳跳顶开一切。摇摆的吉他似兴奋剂 ，You gotta stand up。应该说能够感受到大家对哥哥的这种热爱，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亚洲电视的这种厚爱，是吧？今天我们秉着一颗对哥哥这种尊重热爱的心情来怀念，来纪念哥哥，是吧？他所取得的成就。我十几岁嗰时就认识哥哥，咁当时见到哥哥嘅印象就是哇，在前面走过来，哇，这个人好靓仔，好 charming， 好迷人。但是哥哥的这种精神一直鼓舞我们在前行。咁我哋嘅义工团咧系秉承咧哥哥嗰个真善美精神，咁就延续咗佢嘅好啦，同埋咧去帮助人嘅善良啦。咁我好荣幸喺亚视前嚟的睇到哥哥穿着个红水鞋跳舞 American Pie， 我见证了这一样东西，实至名归，好有实力，是吧？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是吧，小小的一个展览的活动，是吧，包括我们的视频的内容，让大家，是吧，勾起大家对张国荣先生更多的一个回忆。跟住落嚟咧，就系我哋重要嘅环节，系张国荣光影纪念馆嘅启动仪式啊！张国荣光影纪念馆正式启动，喺呢度大家可以延续对哥哥嘅宠爱，佢系香港永不落幕嘅传奇。只需将拘束抛底，与我跳到脚软都不计，身体必须用力摇，有了节拍胜于一切，摇摆的吉他似兴奋剂。